瞓醒第一件事就落街揾食啊！呢度叫咩街？雲路新街。舊行咧都冇點變咯，叫做啊，呢度舊南海苑街啊，喺度出去揾食，咁啊去翻成卅年、四十年都係食嗰間粉鋪啦，啊，一直做揾食。啲舊區咧，通常就啊，啲舊區通常都係以前都冇點變啊，留得喺度嘅都可見老人化社會啦。有啲街坊真係廿幾三十年前個樣冇記得啦，仲係呢啲啊，舊南海苑街啊，有啲真係廿幾三十年前。啲舊屋嗰啲，觀音廟巷，跟住有個觀音，真係以前都唔知啊！依塊地度已經起咗幾年㗎啦，真係幾年啊！我幾年前嘅幾年前翻嚟，佢係一塊爛地空地。又不知道爛尾定咩啦？呢啲啊，好啦，都冇點變啦。嗱，呢啲都係錢嚟嘅，廁所仲喺度。你唔去啊？呢度就係中山六路嘅騎樓，難得仲有啲騎樓保留喺度。都是以前的樣子咯，都是以前的樣子啦。啲街坊啊，嗰啲嘢啊，即係好濃的大陸味、廣州味。啊，對面嗰間咧，呢間咁嘅明興咧，我真係食咗三日。三十年啦，有三十幾年啦。我去日本之前已經喺度嘅呢間嘢。咁啊，有冇轉到老細唔知道。咁但係年年嚟食，年年翻嚟我都揾佢食噶啦。我又唔係點食肉，咁啊，淨係食佢個攬汁粉嘅啫，食個齋粉嘅啫。咁啊，由毫半子食到而家，我四年前翻嚟咧就三蚊，一碗齋粉。咁而家聽講啊，好似要七百蚊一碗齋粉啦。喺啲喺路邊洗衫嘅都有嘅，啊！似鬧市區嚟嘅呢度都喺路邊洗衫啊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。啊！啲騎樓上面冇人住啊！有啊都～
呢段路就好奇怪咯，保留咗騎樓喺度咯。不過依度都拆咗噶啦，越秀進得喎。好啦，哇，到到咗嚟啦嗱，自由、愛國、誠信、法治、敬業、和諧、文明、公正、平等、富強，全部都好嘢嚟噶。呢条海珠北路，呢条海珠北路啊，踩单车过马路喺中间饮水嘅仲，诶，阿伯饮完水就行噶啦，啊，我第一日都要行下，应该就半日我都适应到噶啦，呢度过马路，系啊。典型的广东话。就呢间咁嘅嘢，食咗30年啦，有冇转过老细我唔知道。我去出去之前咧，就已经喺呢度啦，次次翻嚟就呢间嘢啦，都应该30多年啦。以前就喺隔篱嗰度嘅。4年前咧就3元，而家咧就6元啦，碗仲細咗。4年前3元咧，我都仲可以一般飽，而家就2碗先夠飽，咁啊12元。我係由1.5元至1碗粉食到而家嘅，你可想要幾年啊，轉得幾緊要？呢度就6元，2元加紙就去到咁啊，勉強飽嘅啫。好耐未見。好啦，呢度。前来客，那里得不知不七匹狼，全部断马之后，全部全都安静，十七匹狼。嗱，依間都好耐嘅呢間，又係12元咯，雲吞麵。叫惠愛，又係叫有名噶啦啦，係因為有名係好唔好食啊！好老實，我食過，不過冇咩特別嘅嘢，不過就耐啊。100元，惠愛雞啊，好似個有名度，惠愛雞60元半隻，118元一隻。
差唔多啦。金牌雞148元一隻，啊！富強民主、自由、愛國、公平、正義，啊不，食只雞都要黏喺度。啊！我而家出去整緊嘢啊！營房行，影商品城，請個人都5000元，快啲食個粉都要6元啦，都唔夠飽嗰只。15元一個鐘，15元一個鐘。都是吃東西多咯，魚母雞，哇，一個3000元，一個食4人，你慢慢找吧。中山路，哦，依度又拆埋啊！哎呀，依度又拆埋啊！哇，將軍東、將軍西冇噶咯噃。天路，这个天路。